赫西宁往里面，哎，差一点。看来现在广厦还暂时落后一分。看到队长林志杰突球出来，还是给到霍尔曼一记暴扣啊！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融合，外面的突到给到里面的，里面的球员呢可以在篮下找到这个机会上篮。霍尔曼其实在之前的几场比赛当中呢，他也是暴扣非常。